咱拢知影讲，伊个材料都拢一体化，所以因兜真侪拢是靠这个海鲜在支撑的。所以伊有经济压力，伊是正常。那其实他把他的经济压力灌输在别人身上，就都错了。所以他就说，他跟我们分享，他曾经请示过那个海涛法师，讲要安那赚偌钱啊？结果迄个海涛法师讲讲安那，讲上面哪句啦？本心、本善、本钱，本心、本善、本钱，伊就安尼讲来分享啦。吼，啊到尾啊吼，就落去颐和园啊，啊颐和园了，看了十五分钟要集合啊。后续嘛，就安尼就那呾呾拥拥花呆，你知影无？当下头脑一片空空，清净头脑清很清空。啊，大家拢行啊，要上车要集合啊，干呐我搁徛伫遐。啊，即、這个海星过来，我讲好想满嘞，伊讲，哎，你咱要集合啊，你来搁伫徛伫遮，你也毋知影你要往放假啊，安尼啦。后续嘛，只要太突然一个灵头，一个转念头，从我讲迄个海星讲。心，安尼啦，海涛法师分享你人民本心本善本钱，你敢查啥物意思？伊讲啊，得本心就是讲咱本来良心嘛，啊本钱就是讲叫咱人爱做善啊，啊本钱就是讲安尼当有本钱通趁钱啊。我讲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啦，你敢那知影迄个表象尔啦？好啊，安尼啦，我甲讲我那啥物人民，伊讲对人民，伊讲我唔是啥物大法师啦，但是我那有人民善。我看网站上有人有那个两头那个冲动啦，伊讲对啦，伊讲我甲讲慈悲、智慧、圆融，我看送这两字，我讲希望你甲这两字好好啊包起。伊讲啊，你是安要送我这两字？我看甲讲，慈悲就是讲，我可能我嘛知影讲你有神经在压力，我嘛知影你有业绩压力，但是你爱让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袂使甲你的压力去灌输伫别人的压力，因为阮公司大家拢是来出趁钱、辛苦趁钱的。啊，你迄做遐尼贵着，人无可能会去买，你袂使无欢喜，因为你安尼，你就是你无自卑的天路啊。你甲你的快乐，你甲你的需求灌输伫别人的身躯顶，安尼唔对，无自卑，所以你迄个本心就失去啊。哦，了后过来我讲智慧。你要安那予人为这足深足深足深的落地啊内底掏钱出来甲你买，你要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头壳，唔是我安尼三言两句讲讲的安尼，啊人就袂甲你买，那安尼身体较好就无了，无可能啦。所以我讲你要用你的智慧，伊讲安尼哦，对，我讲你迄个本善就失去啦，因为你无用你的智慧，你本来每一个人拢有别的智慧，你无去甲用出来，伊讲要安怎用，我就甲伊讲。你要让人会欢喜，你会当在遐深深弄出来。你爱用方法，唔是用这种勉强的。你用勉强的，你无欢喜，我嘛无欢喜，对不？所以你爱用你的头壳智慧。哎，你敢有听入来了？我讲你爱用方法，用方法哦。啊，方法你爱家己去想。哎呀，今仔日思考这个问题啊，要安怎用方法？哎，啊，让人会心甘情愿、欢欢喜喜哦。过来圆融，就是讲。就是你买真正本钱，你大家你也欢喜，我也欢喜，大家好了，欢欢。那安尼，大家人欢喜，甲唱好了就欢喜嘛，足欢喜，甲你帮助嘞。结果伊真正哦，伫伫思考这个问题啊，上车咪伊就甲大家分享讲，哦，我拄只吼有一个秀英吼，甲我分享这大意啦。啊，我拄总用讲，我站在车顶讲，啊，恁咱有请秀英大法师甲咱开示一下。我发觉常常心了，就安尼会变安尼。我想讲，我私底下，我私底下甲伊分享，伊竟然提出来讲，结果真正到普洱茶迄站，伊安怎过到时，伊就先打电话互伊讲，准备甲我准备一寡土豆糖啊、饼啦、吼，单位的啦吼，愈大愈好啦。啊，茶吼泡出来，个普洱茶泡出来吼，然后啊泡好侪嘛，伊这拢我出钱，我自掏腰包赚钱，安那。你就会晓讲用小利益甜头互咱食，啊嘿，咱都知影土豆咱食落喙干，啊喙干迄普洱茶来去灌啊，啊久个灌了时阵，感觉讲哎，哦止渴足好个啊，啊真正到尾伊讲伊爱卖啥，伊个业绩爱三套三盒三盒，一盒内底有十袋，一袋一千块，折合台币一千，所以伊迄个普洱茶伊爱卖三万，啊只十几万，总共伊一趟个业绩还有15万。结果到尾啊，伊就想方法咧，一开始嘛无啥人要甲买咧，无人要甲买，到尾啊，伊就甲伊巧，
琴头，琴姐要琴花，副总，你出来一下，商量一下，赶紧要出去，叫你离另外一间细间啊。副总外讲，你给我买一盒，我大盒，我送你一盒细盒，哦，我送你，这盒细盒我家己自掏腰包送你，哦，真正，我副总到尾想，伊这对身体安那外好，安那安那会安怎，就甲讲，副总讲，好啦，你给我包三盒。伊甲包三盒，一盒讲伊要互伊老爸老母。哎，我副总真正足有效，伊就真正要互伊是大人啉。啊，一盒伊家己啉，一盒伊要互伊大，就阮副总的，阮徐总，连伊大，阮副总大，阮徐总的啉。同我安尼买两杯三盒，买后阮这同事大家又搁看伊，感觉讲这热心、这诚心，搁拢请阮食，无同等下大家歹势嘛。迄个一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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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凑一凑也是如何？哦，迄海鲜总欢喜个呢。伊预计三盒尔，结果变买到五盒呢，好伊欢喜到呢，所以你看伊就又从咱好客的话听一遍，所以伊就讲你嘛欢喜，我嘛欢喜，安尼是不是大家足圆满的呀？对不？所以到要倒转来啊吼，要出国要倒来，伊要甲咱送来到机场的时阵呢，伊怎甲我赶呢？足感谢，我受益良多，我带恁这团，我受益良多。我讲安尼啦，海鑫，你留一个电话，以后你若拄啊有个人来玩，我带你来求道，有机会我带你来佛堂求道。迄才是真正你要找到本心、本性、本质。好、哦，伊也知影讲哦，安尼真正是嘞。所以后壁这就是看伊一面，以后若过来台湾，咱都有机会哦，咱电话交互伊。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实力嘛是真正样哦，就是讲咱的心顶爱点到你迄个本心、本性、迄个有自信的面。有点到的话，自然你遇到代志，你就我当然去应对，吼、哦，应对应变嘛，吼、哦。那么你不是关心点嘞不点，不点不亮啊，吼、哦。这个是咱老师跟咱讲的，伊讲点一盏心灯，照亮世间，照亮人平安绵绵。这咱一条的挂心灯啊，吼、哦。